看那个祭司在跑。叫自愈了。祭司打洞过来，我这石桥上。
没球的前锋怎么救人？没治愈，一挂死。他在熬火站上面，我刚才看见了，估计打洞去终点了。又跑不到起点，那么远，他就在帐篷里面。哎呀，放出来他就拿一刀了呀，兄弟。
我就是宁愿插刀，我也不想被中。那架势应该是没球了。因为这个丝撑不着啊，定价还差一点。
个跳 VIP 里面去是几个意思？送双刀啊！我去你个！我直接包了得了，不挂 VIP 了。那不行，你不过来救。真就不摸人也不救啊，真是两个人全死了。
牛逼，再撑一点，还能说什么呢？插刀 ，nice。干嘛呀、哎！我的天，疯狗一样撞我！直接开球就把他卖了，真是。你早知道吐他一口，把他放走了。卖了。前锋就，不过那边我不是插了个眼吗？他顶了个眼修啊。我日，被偷了。
还咒我，居然还要刷下分，哎，拿了个200，壮阴监管者。哎，我以为就将近二三十个吧，把群验证给刷刷刷的一样。这人不走位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们平时没事不要去私聊，OP 啊，直接来找我就完事儿。那个管理员是跟我一起合作的，有问题找我。佣兵有点瓜皮啊，我等会打完，我上服务器看一下吧，看。只是测试版主帧还有好多东西没做好，也不要太激动。不够招人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那就排队进吧，等着排队吧，先到先得。测试版而已。别人都放弃了。
过来过来，懂事一点，对，这对对对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还在耍。往下移一点，这边应该是有人的。看见他了，运气不错啊，你开局就碰到一个先知。来放板，这样一来就省闪现。如果跟着他屁股后面的话，他肯定要翻窗加速转点，跑到前面好一点，真就不救哎。搞事情，要不是这先知二挂了，就换人抓了。应该还是佣兵，就要么就卖了。
大硬仗了，要么拦住佣兵，要么就针对死磁铁。我没传送，至少有四个护臂。 应该挂佣兵的，因为佣兵起来的快，我佣兵往那边一挂，再去针对要好一点。不过他没护臂了，抢是不追，特别是这种还进大船的，应该是小木屋，乌鸦飞了，那脚印应该是他的了。 这就不撞了。
杨黄，盲女双十一那边修的，是直接修完两台了，很快。没人修小木屋吗？有人修了，找完施救。哎，这都放不了吗？我傻了。这种还挺好打的，带插眼，因为打到后期。真是，前锋在这里。春点，这估计是月亮河里面最差的一个了。尴尬。空两无人基本上是炸了呀，可以说这个金身白给了，不过这不重要。疯狂白给啊，
真的怂，反正全给你下了。哎，他是怎么摸好？哦，那个黑妹摸的。我就说起了个怪了，我就说帐篷有人修机子，怎么他还能起来？看错了。有困兽之斗，还怕你求不成？进行撞。